同志，请问结婚登记处是在里边吗？啊，就在里面，往左转就是了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大姐，谢谢你啊。古风，严敏，等盖了这个章以后呢，你们俩就成为合法夫妻了，一定要恩爱百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好好照顾。啊。既然你们在这儿，啊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？我是白养你这么大的，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？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你别生气，听我解释。大姐，你一到就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。我是不是再晚来一步，你们就成夫妻了？ 是不是？妈，我会自己创业的。谁是你妈呀？你看看清楚，谁是你妈？你混账东西，还想拖女儿？我操！哎，妈，我打死你！妈，我操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啊！你要干嘛？大姐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还怎么好好说？我还要怎么好好说？你去问问他什么东西。 有什么没什么，风光办一个还配拖女儿，你配吗？你配吗？你配吗？你够了！是不是没钱就能结婚啊？是不是没有钱就没有幸福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羞辱我？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啊！风，严明，你站住！风，给我回来！你看看我戴什么帽子？啊！你看看我戴什么？你今天要是敢嫁！ 气头上了，弄怎么了？我就说呀，古风要结婚了，咱们还是出去住。先租个房子呗。好，我这一提租房子，他那儿就炸了，气儿全撒到我身上，对我又踢又挠的，妈，您是瞧不见，我这浑身上下他都是暗伤啊，差点没把我给掐死。四，你还有脸说？你臊不臊？ 我们都结婚3年了，我还住在娘家，你都成我们家少爷女婿了，连套像样的房子你都买不起，你当租房子不用花钱呢？啊，你一样你花钱花的还是冤枉钱，到最后房子还不是自己的？我骂你没本事，你还亏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掐死你们都是气的！你掐，你就是掐死我，当着他们面马上掐死我们，来掐掐掐！啊，你还当我不敢了？啊，都掐！ 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像话吗？没有一天不吵架不打架的。要是真不想过了，就趁早散了。搞什么你啊？眼心不烦，我躲着你还不行？妈，你看见了吧？他就是这副德行，做什么配什么？嫁给这种男人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。 还要我生孩子吗？我们生下来渴望我生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没有啊？丈夫不是你自己挑自己找的呀？怨谁呀？赶紧去给你弟打电话，问他回来了没有。哎呦，烦不烦呢？就没有一天消停的时候。干什么呀你？砸谁呢你？啊？你今天太过分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古风是个男人，可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儿，你不是把他的脸面都给撕尽了？他活该，我没抽他就算好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妈，你妈什么妈呀？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就让你们分手了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怎么说的？
妈是离了2次婚的人，一个人把你带大，什么事情我都看透了。我的经验教训就够你吃一辈子的。女人要善待自己，挑丈夫就跟挑商品一样，古风那就是次等品，不好用。怎么着？你得了青光眼了是怎么着？非得嫁给他？非得往火坑里跳？非得要毁自己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爱他，我们俩之间是有真感情的。 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是不会听的。你说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感情啊？感情能当饭吃，能当房子住吗？全是虚的。只有钱才是真的。男人要看他口袋里的票子。他要有钱，什么感情砸不出来？你说。妈，你心里怎么只有钱呀？行，你不要钱吗？钱不是可以挣来的吗？我跟古风都还年轻，我们可以一起奋斗。 啊，古风都答应我了，说这辈子一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妈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些大话，谁不会说呀？我听得多了。啊，就他头大，就他能搞出什么名堂，是不是？谁信呢？我告诉你，出国手续已经办好，你马上跟我出国。啊，要走你走，我不去。小敏。 你搞搞清楚，我为了办这个手续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为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你好吗？你不想害我吧？我再说一遍，你去也得去，你不去也得去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看着办。妈，妈。 结婚证没领成，挺好。你看看周围，多少好女人！你说挺轻松啊，毕竟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，我是真没想到他妈能听见。还拿了2瓶敌敌畏，就恨不得往我给弄死。拿着没钱啊，没自尊。赶明儿，你就找一个有钱的女人，一夜暴富，气死。老四，老嫂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这谁呀？这是。 哎呦，装什么蒜呀！我理都不认识啊！伯，介绍一下，这就是你姐那家具公司老板的女儿韩金贝，漂亮吧？这是我小舅子。你好。我见过他呀，上次他去找他姐的时候，搭理都不带搭理我半下的。哎，你这小子挺会装酷的啊！哥哥，坐吧，我请你们。在哪儿啊？ 那边啊！哎，我的妈！里面有好多姐弟呢！哥，小心点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姐夫，我先走了。啊！嘿，怎么走了？他们要请你们喝东西。下边吧，金妹。走了啊，哥。 再说呗，小敏啊，来来来，吃吃，多吃一点。
爱。我这。太难缠了那个。反正该做的我都做了，那户口本我好不容易才偷出来的，可我真没想到我妈能闯进去。哎呀，归根到底啊，就是因为没钱。有钱你试试，她肯定就同意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嫁给钱得了。古放，吃饭。怎么样？别放在心上啊。爸，妈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她就这么对我，我都跟她说对不起了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我不愿意嫁给他，是我妈不同意。我承认，我妈是挺过分的，可她也是为我好。老话不说得好吗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哎，你要是有房有车的话，我妈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人家跟你商量呢，有本事你别冲我发火呀。我冲谁发火了？我就是发火也是冲我自己发火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都别吵了。不是我说你们都处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就没想想今后啊？挣俩怎么全花了呀？就没想到今后还要有用钱的地方啊？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就那么点薪水，够花什么呀？吃两顿饭就吃没了，要指着那个买房子啊？不可能。我看呢，这钱啊，存不存都一样。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们家就是这个条件，我儿子他就是这个条件，就像你妈说的，穷光蛋一个，你爱嫁不嫁随便。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。哎，你看看，好好一顿饭，何必呢？这是。我说什么了？我。小敏呐，别难过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古丽啊，吃完饭。买点东西，去看看小敏他妈。嗯，好，好的。看什么看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也别去，谁去我跟谁急。哎，我还不想去了呢。谁呀？真是正在兴头上。好了好了，别挑了，来吧来吧。阿姨。阿姨，我爸跟我妈让我们过来看看你。就是阿姨，小敏呢，在我们家呢，哭得可伤心了。阿姨您就高抬贵手，成全他们吧。啊，真有意思，你们是脑子进水了还是生锈了？啊，你们以为我这卖菜的，我可怜可怜给你一把是吗？你们搞清楚了。我是嫁你的，我可不会退让。啊，你们先打吧，我过去看看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老母家呀，怎么把我女儿扣住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扣谁呀？我跟你说不上。什么东西啊你？你怎么这样啊你？谁扣谁呀？行。走啊。哎，对吧？行。怎么这？走啊。走。喝点水吧。哎呀，你说人家两个人在吵架，你跟着掺和什么呀？那别让我看见呢，这么欺负我儿子，我当然心里不痛快了。什么房子车子，我听着就刺耳。我家又不是没地方可住，干嘛那么挑剔呀？你看见了吧？这严敏就是再好，也不是勤俭持家的女人，背后再有那么一个妈，将来咱儿子有的罪受了，他根本养不起她。行了，别要求太高了。我哪有什么要求啊？我还要求高呢，就这还没搞定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我拿了啊，这是关键时候，这个时候不用，什么时候用啊？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给我看看。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可是我们俩的养老钱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咱总不能让严敏他妈那么瞧不起他，再把他们拆散了吧？
我跟你说，现在那房子就像大山一样，有几个年轻人背得动啊？有几个不向家里伸手要钱的呀？他能帮一点是一点，这父母不就是让儿女榨的吗？榨干了为止，拿来，拿来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靠谱。严敏他妈什么样子你还不了解啊？胃口那么大，打个结婚证都打不成，就是打成了啊，没几天又离了。不行，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哎呀，哪有什么以后啊，我自有办法。拿来。哎，妈，你找我吗？儿子，到外边去，跟你爸说不通。跟你才说不通呢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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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都不愿理他。啊，好女不跟男斗嘛。快点走，儿子，走，快点。是我不好，我态度不好。儿子，别闷着，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。看着你这样，妈心里难受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就是刚才心里面不痛快。干嘛呀？我妈就是这种人，去了多少次了她都不听。哎，你不会也跟她一样吧？我都哄了你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还不高兴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刚安静一会儿。只要你们两个好，只要你们好好过，不分开就行了。哎呀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俩不会分开的，就是他那妈太讨厌了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干嘛老那么说我妈呀？她怎么着也是我妈，就你们家人好，就你妈好了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对你不好，对你不起了？你妈这么对待我儿子，这么对待我们家，我们都忍了，为了什么呀？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还嫌不够啊？妈，我是有口无心的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对不起啊。行了行了，我理解，那是你妈呀，你能不向着她说话吗？能胳膊肘向外拐吗？儿子，来，这上面呢有10万块钱。这是我跟你爸的全部家底儿，都在这儿了。我们就这点能力了，但是我们全拿出来了。你呢，再凑点儿，你们去买个房，付个首期。但是有一条啊，我得说清楚，这产权上啊得有我的名字，按着比例。你们都没有意见吧？还以为就我妈现实呢，没想到你也挺现实的。是啊，就兴你们现实啊，我们也得学着现实一点，我们干嘛要活得那么累呢？再说我们挣钱也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也有一条啊，你要跟古风好好过，过一辈子，这钱就是你们的了，我们就不要了。爸都这个年龄了，我们要钱有什么用啊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是不是儿子？爸，你看谁来了？哟，您来了，您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呢？哎，快让你妈坐，坐呀。不用客气，我又不是第一次。我来不是来做客的，我来是抓我女儿回去。我的妈，你放手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见不见你？你见不见？你在他们家算什么？要不要脸呀你？你就这么倒贴，你就这么一头给我扎进来？咱不这么说话好吗？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？这孩子们都在呢。您进屋说，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。什么东西？老公啊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啊。老公，你们想什么呢？你们是不是想着合着伙的来拐骗我女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今天敢不跟我回家，我就敢死在这儿。够了，说明跟你妈回家。
放！妈，阿姑，哎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妈，哎，老张，老张，进来！老张，不能打孩子，老张。妈，你到底要干嘛呀你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女人？走，你给我回家去。你试试啊！你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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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你现在就去！滚！姐，放开我呀！你结了婚你就知道了，哪个肯金贵你呀？啊！你白来的媳妇儿哪个肯金贵你？到时候洗衣做饭、柴米油盐那都是你的事儿，用不了多久您就成了黄脸婆，再不然你就是糟糠之妻。怎么了？你妈妈不希望你过这种日子，怎么了？难道我错了吗？你怎么就那么不能理解你妈妈的心呢？哎，小敏，你妈她说的对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有些事儿你不明白啊。小姨，你别劝我了，这辈子除了她，我谁也不嫁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好。你不是要废自己吗？你既然你想废自己，我也不活了。这种日子我不跟我走，咱们一块死吧！那我也不活了，咱们就不活了，日子我妈姐。不了，你信吗？咱就别管了，随他们去吧。说的好听，那不是你儿子啊？妈，哎，妈妈，哎，不好了，古风出去了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不会是想不开了吧？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会不会办事儿啊？让你去送礼，你跟人家吵什么呀？我不是气急了吗？什么时候不急呀你？行了吧，赶紧都搬出去住。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，成心不想让我们活，是不是啊？妈，看您说的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哎、出去！哎，妈！哎呀，有话你好好跟他说。小敏，没事吧？
已经答应我妈，跟她一起出国了。国峰，我们分手吧。说什么呢？非要这样吗？在一起谈了3年的恋爱，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我妈那个人你应该很清楚的，她活得很现实，她从来不相信幸福是挂在嘴上的，而是靠钱靠实力换来的。那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有什么？你拿什么向她承诺？她空头支票吗？她根本就不会相信的。现在是像你妈是吧？你不要弄得跟她一样那么俗气。我俗？我俗什么了？我俗会背着她跟你谈婚论嫁？再说谈钱怎么了？难道谈钱就俗吗？不要钱钱钱的，什么都是钱，你就知道钱。你骂我是不是？我不是骂你，我是骂我自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头很难受。你知道吗？我就这一个嘛，他都以死相逼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在你和他之间，我必须舍弃一个。所以就放弃我了，是不是？知道问他呀，钓鱼去了。妈还想跟你说呢，这小米走了好几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不会忘不了他，还想着他吧？我想着谁忘不了谁呀？我现在谁都忘得了。你烦不烦？烦烦烦，就知道嫌你妈烦。没娶她，我看是好事儿，不然的话呀，我这儿子算白养了。不是怎么就白养了？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怎么就白养了？非让我揭穿了呀？谁呀？半夜三更屁颠屁颠的给人送荔枝去？不是他妈生病了，他非让我买，我能不去吗？结果呢？让人给扔出来了。你就取笑你儿子吧。哎，不是儿子，妈呀是想提醒你。这种老丈母娘不好惹，不好伺候的，没摊上那是好事儿，是幸运的事儿。儿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就凭咱的条件，找个好的让她看看。赶紧的吧，赶紧吃早餐啊。古风，古风，哎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怎么了？跟我走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呀？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你不会一直走背字的，走。
靠在谁呀？找麻烦吗？不是干嘛呀？哎呀，你看看他多漂亮啊！好好，我是个好男人，你是全天下最伟大男人，行了吧？人家又有钱，追他的男人可多了去了。快走！哎，别走！哎呀，你可真是，我对这样有钱女人不感兴趣。脑子有毛病啊，还是有仇富心理啊？哎，既然你们俩已经相识了，他又对你一见钟情，就仿佛被大元宝砸中了脑袋，怎么能错失良机呢？你，快听话去，自己看看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是教师，你就可以教育我。他那种人是当老婆人吗？你就饶了我，我真是伺候不了。我思想境界没你高，是吃喝玩乐享乐人生。不放！哎，不放！贝贝，让你久等了，你们俩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他干嘛走呀？你是个老板的女儿，他能不怕你吗？那你怕我吗？为什么约你不见呀？韩金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听好了，我不交往的，要相中了就结婚，你干吗？不就是结婚吗？谁怕谁啊？结就结，走啊！也真结。我告诉你，古风，今天啊，谁要是敢反悔，谁就是小狗。走吧。哎呀，别让我小看你啊！是今天敢临阵脱逃，谁就是狗熊。同志，您盖章吧，急死我了。我说，你们这傻棍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？你们都考虑清楚了吧？我们考虑得很清楚，您就盖吧。好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早来账。小伙子，给你看点东西。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，好好把握吧。
是一惊一乍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古风他结婚了，我弟弟他结婚了。这是神经病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爸钓个鱼回来，我买趟菜，他就结婚了。你说什么鬼话呢？你是不是严敏回来了？哎呀，什么严敏呀，是我们老板的女儿韩金贝。别看人家家是做红木家具的，可有钱了，对古风是一见钟情，天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要见他，我就带他去了。嘿，没想到成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还能骗你们呀？韩金贝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的，结婚证都办了，铁定的。找什么呢？户口本啊！还真让这小子拿走了。妈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坐飞机还是火箭呢？他们不是刚认识吗？怎么这么快呀？哎呦，妈，这叫闪婚。找个富家女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家算是傍上大款了，是不是？放弃！我跟你爸算什么呀？我们连面都没见过，太过分了！妈，你去，去把大门关上，不许他进来。从此以后，家里没有你个儿子。爸，你听我说吧。你爸你妈真有意思，又不是我们闪婚，冲我们发什么火啊？就是啊，我真是倒霉了我。等会儿，哎，武力，喂，爸，我结婚了，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结婚证还在我手上呢。哎呀，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想结就结了呗，闪婚不太正常啊。哎，别打了。干什么呀你？没讲完呢。我们俩还是进去，把这结婚证废了吧。你撒手！什么叫废了？说它是一张纸，它就真是一张纸，撕了它就完了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事儿吧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昏了头了，我是一时冲动，我古风，不伤我行吗？我告诉你，办了证再废，那就是离婚。我可不打算闪婚又闪离的，我信心满满的，我要将闪婚进行到底，我绝不回头。不是，金梅，你听我说，从现在开始。你就是我的老公，我还要大办婚宴，我们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妈，妈，出什么事了？快快快！你妹妹让人给骗了，跟人结婚了，跟一个叫姓古的小子，招呼都没打一声，把结婚证领了，这不让人骗了吗？妈，这不叫骗婚，叫闪婚。闪什么呀闪？不了解人家吗？不了解就结婚，你骗子！妈，你这干嘛去啊？把他抓回来，离婚。要不然人把他卖了，他还跟着数钱呢。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儿去？不用，在家待着吧。局长早告去了。我们走了吧，你慢着点儿。妈。还等着呢，有话跟你们说。等我们干什么呀？我们算什么呀？我们把他养这么大，就这么对待我们呢？我们就当没他这个儿子了。你去告诉他，让他走，我们不想看。